大家好，我是可乐。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，良好的优质睡眠一定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事。女人要睡美容觉，男人要睡养肾觉，老人需要睡恢复觉，孩子需要睡生长觉。健康睡眠的几点因素，大家一定要尽量满足。像40岁以上的人，每天建议睡7到9个小时。这是一个健康的生物钟。人体的睡眠周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：浅睡眠、深睡眠和快速眼动睡眠。此过程会不断循环，一个周期在90分钟左右。这对身体健康很重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深度睡眠对于人体记忆的巩固有着尤为重要的作用。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说晚上不睡觉你会变得越来越笨的原因。平时也可以喝一点花果茶养血安神助睡眠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